Hey, everyone, it's Rumi playing a new game I got from Game Pass called Blade Fury. It actually looks really cool. Looks like a really old Olden Spear type game. So we're going to try it for some. Let's go. Hold. Okay, let's go. Summons, okay.将士君父强取心腹，臣下刺杀王上，佞臣残害忠良，多到都不能够得上荒诞标准的时候，弑君弑父，好像就没那么令人啧啧称奇了。在天子朝堂，诸侯们毕竟只是诸侯。嗯，我知道你们管我们这个时代叫做战国。 康公十九年，知府残邑中的一簇建国。妹妹，快醒过来！阿紫，父亲气息奄奄。父亲气息奄奄，恐怕时日无多了。你要是再不去看他，会留下终身遗憾的。可是父亲今天就要把你嫁出去了，吾儿从不出嫁，父亲他……傻妹妹。 这是约定好的日子，凭你我之望。我快去大殿吧，我在那里等你。Okay. Block, dodge. Okay. 王姬请留步，大王身体不适，需静养，如今不见任何人。大胆，是谁的命令？竟敢阻我见父王！王姬请息怒，田侯，这一切也是为了……田侯有令，还请王姬大人不要为难我等。哼，我倒要看看你们敢如何拦我！ XXXX, an air. Let's go. I'm trying to sneeze, but I'm not trying. Okay, back. Big-ass Sony. I need to work on dodging, okay. What?
Okay, let's see what we got. Oh crap, that is what? <音>我该怎么办？阿紫已经被停尸带走，好在双剑还在我身上。哎，里面怎么那么乱？发生了什么事？哎，是王……住口！不许叫我的名字。你手上捧着的，哼，这也是父亲的东西。父亲要带进坟墓里的宝贝禅意。 是活人的怪物，怎么会是父亲呢？这一定是田氏搞的鬼，我去找他说个明白。傻孩子，他们现在已经把你当做了弑君，你快走吧！不，我要阿紫和我一起离开这里。父亲要我嫁给田侯，我不会有事的。你就从这口顶去往屋顶处，那里没有什么看守，应该能很快逃脱。要记住，活着，活下去才能找出真相。 Let's go. I'm not gonna kill you because you're gonna be a problem, man. Kill you because you're a problem. Okay, let's see what we gotta go. There we go. Archer's fire. 求求你，放过他吧，我。 First one to play, what's the play? Yeah.
Okay, let's see. What the hell? Why did game start acting slow?春秋时期，齐国便因曾语言，足归田氏。但是齐国姜氏国君不以为戒，沉溺酒色，不理朝政。康公十八年，齐王姬即将背负弑父嫌疑，长公主舒姜也沦为田和之志。舒姜劝其妹求生，以图来日。仓皇出逃中， 见到几个不应该出现在那里的面孔，揭开了疑云丛生的篇章。田氏派出重兵四处追凶，广发通缉，令曰格杀勿论。即将在逃，田和孔生变数，未公告天下康公死讯。世人愚钝，或不明就里，或已归于田氏， 即将投靠无门，山穷水尽。临淄城外的荆棘林被视为不祥禁地，追兵轻易不敢擅入，生怕惊扰鬼神，祸及己身。即将暂时得以喘息。 是谁用古神之血唤醒了我？是我的血唤醒了神尊，我是齐国的祭将康公之女。齐国的王姬果然继承了古神血，难怪你能驱使识破。寻常人使之。你说我的双剑，这是我幼时抓周所得，之后就一直带在身边。这古玉所制的神剑，你如果好好修炼。 此外，我再赠你这赤霄，乃是我当年射日的箭。你可以用以平天下，
这是你的使命。原来是射日的后裔。承蒙青眼，交托大任。可是我不能。我明明杀的是世人的妖怪，怎会是父亲？阿紫也在他们手上。那你有何打算？我在齐王宫依稀见到了三位，我只在书册，可他们应该不会出现在人群中。你们一定知道什么？我要去找他们。现在的你。 无论是身体还是心区凡尘俗世中历练一下，拿上你的兵器，离开这里之前，先去见一个人。他多谢，告辞。Okay, let's go. I like the artwork too. It's really cool. Why? Okay. What the hell? 我早已立下重誓，你请回吧。我不是来求见的，后羿前我来求你指点迷津。后羿，你手里拿的，莫正是方才后羿所赠？你这么个小小的女娃娃，这天地间有很多魂荒之力，那边上的魂灯除了恢复状态外，也是。 Who are you? 这是不是我的错？齐国的王姬，我也曾是君父的掌上明珠，却意外早夭。我不甘心就此只能化身为鸟。原来你是炎帝之女，我没有想到阴阳两界真有一日能被打通。我虽然得以归来。 但也有众多冤魂邪魔侵入，这里已经不是我所熟知的世界，我该怎么办？Okay. <音>从今天起，我改名笑白了。歪歪，啥？你说这是我阿娘给我取的名，之前因为避讳齐桓公才不要。嘿嘿，齐国现在的太公姓田，就此。姜氏哪有那么快倒？这位朋友，你怎么看？我吗？上头的事儿，我怎么知道？我要见将军，你们知道他在哪儿吗？这会儿没见着，在大营里面吧。哎。 不知道啊，我以为你……哎呦，你快查查通缉令吧，搞不好……啊！快！
platforms, okay.坏了坏了，刚才是你放走了田将军，一定把错算在咱们的头上。你胡说，是谁扰乱了我的营帐？将军，大闹军营的好像是……全军听令。其实我们可以把他引到那里去，只要将军看不见，就没。你是说，只要没人见过他，就不是你我。 Let's go. I like the scenery. This is a really beautiful board game. Okay. Let's see how this goes. What the hell?
Oh, good. Like, how you do that?出现在公院里的那一刀刺的好啊，那样的父亲你早就看不顺眼了吧？父亲不是我杀的，你明明看到了。我死不干。 They didn't even hit me. I'll back and go get that. We'll get some fucking shield. I need. Yeah.
Oh man, this is gonna be one of those fucking. Okay, let's try one more time before I give up. I don't think I have any summon skills, do I? They gotta restart? What the fuck? Apparently I can't restart. Fuck it. All stuff right now.